开个榴莲盲盒。这个是5斤多，不到6斤，看看值不值哈，花了78块钱。你先吃的吧，啊，放在那里，那也行。有一块，有两块，还有来一块，不是太大呀，没有，但是挺糯的。一共开出来这么多，嗯，挺多的哈，嗯，来，你吃一个，我吃一个，啊，嗯，这个有点硬，你吃这个，这个好，这个，嗯，吃这个，嗯，太甜了，那这里呢？这里还有一片，哎呀，没了，你打开看看，打开看看那边有多少吧，哎呀，没有了。我看见那边有小牛奶，再吃一个，特别甜，78块钱。吃一块吧。